前凸后翘，鲍鱼来一串，加点料。喜欢吃鲍鱼的朋友给个双击。吃鲍鱼这个内脏是不可以吃的，要把它去掉。这个是它的内脏。嗯，好吃，特别的肥嫩。给双击的朋友，今年都挣500万。我去，这个特别肥呀、啊！加点料，大火。太肥了，今天整个象妈妈就给我起来起来。老公说了，如果今天这个视频能有500双击，明天就给我整一个5斤一个的。好咸，听说头开海胆可以上热门啊，今天我也来开一个，看是他的头印还是我的头印，感觉老妹够拼的，就给我一个双击。好像开不开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，我开不过他，我还是用剪刀吧。剪刀，回家打个鸡蛋里面做海胆蒸蛋，味道非常的鲜。来个不一样的面条，加点料。红油、辣椒油，拌一拌。来去，来上一口，感觉过瘾的老铁，给个双击。